头，我姐姐费贞玲也是光头，我告诉你。谁蒙你啊，这谁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徐静娘。基本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林慧萍她会喜欢我，我也是一头雾水啊。飞哥，不是啦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的那一种就是有才华，音乐才华，然后呢是比较 super 的，超级的啦。超级。林慧萍，我知道。他一定就是超级英雄的召集人，对不对？神盾局局长林慧萍，搞了老半天，你竟敢玩黑人玩这么大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黑人是牙膏，你当我是牙签，对不对啊？你很下流哎！我又下流了，我是下克啦。全鼓励鼓励，哎呦！他在呢跟我讨论这个过程当中，他非常的有 idea， 而且林慧萍还是他跟我建议的。我什么时候模仿过林慧萍？很少哎，几乎很少。一般你就是凤飞飞就出来，反而今天没看到凤飞飞呢。好，下次了。大家别夸吧。哎妈呀！来呀，凤飞飞来一点点就好，开始。让我怀念一下。弄得真的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要掠过我心头，尤其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共度白首。嘻嘻，掌声鼓励呀、啊！哎呦。我们这个永远回味一下，互相致敬，真的太棒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年轻女生怎么写、啊。好的，美女团的分数是，请按灯，六九十二十三十四啊，才十四分，我有看错吗？哇，我看不掉不？十七，来莎莎来点一个，点一个，十七啊，点一个出来问，谁没有按灯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？我知道谁没有。因为我觉得就是秀清姐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，我忍不住就会一直注意秀清姐，我就觉得参赛者的表现有点被她压吃掉了。对，刚刚在看表演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设计是错误的、嗯、你把所有的好厉害的都让她在里面一直换，然后你自己就一个飞哥站在那边、嗯、这样基本上就是不对的设计、哦、然后再来今天是春娇跟志明，你一直叫她叶爱玲，她一直叫你飞哥，那春娇跟志明这个意义就不在了、哦、应该是春娇志明嘛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分数到底怎么样呢。好的，评审的分数是50 13 17 19 21 22 23 23分。好，23分，恭喜恭喜，也谢谢秀清姐，辛苦了，客气，这分手机好耶啦，谢谢谢谢大台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下一位挑战者，小帅哥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小帅哥，凯蒂今天有打扮呢，不一样呢，今天有画眼线哦，对，是因为跟你搭档的人很厉害，你才要使出这招吗？对，你跟我们形容一下这个人怎么样？他身高很高，身高很高，哇，长得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，多漂亮！有比那个刘真老师漂亮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漂亮，哇、哦，那很漂亮哎，很厉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问漂亮问什么就他，然后你可以问是在场的女生呢、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刚才那个他的视线，我这样一飘过去就是刘真老师啊，一定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哦、我不是故意，我再问一次。麻烦你有时候飘这边。对呀、啊，一直飘那边要干嘛？刘真跟刘松仁是有差别的。我再问一次，我再问一次，都是本家有什么关系？好，好，我再问一次哈，那个脸身材很好啊，那脸。有跟那个黄家千姐姐一样可爱吗？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哦。好棒的孩子哦，你真的很会讲实话哎，真的，小孩子就是不会说谎，这一点超可爱的，好棒，真的。好，我们赶快看一下剪影啊，好不好？赶快看，赶快看。哇，这个我好累啊！哎呦，哇塞，这是不是太正了一点？辣妹耶，哎，凯蒂都配辣妹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位美女是谁？欢迎我们的。怎样啊？怎样啊？又有什么事了？
身为一个绅士，有美女来的时候一定要依照英国传统的亲吻吻手礼，这是一定要的。对啊，谢谢你让我完成这个老梗。不要这样子，我非常的开心。静姐，不，美女啊，好漂亮哦，真的是。哎，你怎么站那么远？来，谁推你过去那么狠？你啦！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小孩子？这样会让他幼小心灵受到创伤。哎，没有哎，是谁推你的？指着他，是谁？是谁推你？太好，说，这小孩有前途，有前途。好，哇，跟林恩姐姐一起跳舞，有很多人羡慕你吗？有。譬如说，有其他的参赛者羡慕你吗 ？Echo 羡慕你。Echo 啊！你真的很秀丽啊！跟他合作感觉怎么样？嗯，还蛮特别的，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年轻的男主角。对啊。跳舞吗？是，而且我们会做一个很性感的表演。他这样受得了吗？他这样对他以后的眼光会太高，你知道吗？他嫉妒了啊！起来看哦，赶快看了，赶快看了。瞧，这不是咱们的魔王小巨人凯蒂吗？还能跟谁跳舞呢？这不就是咱们性感女神林恩吗？外形成熟并拥有火辣身材跟迷死人电影的林恩，可是在19岁的时候竟获得了2008年亚洲小姐第三名哦。两人首次合作并要挑战性感贴舞，但这个身高没问题吧？这一次他们要挑战的就是韩国知名艺人太阳的歌曲。Yeah, what I'm talking about.里头舞蹈动作可是有许多的肢体接触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才刚开始练习，林恩跟凯蒂好像出了一些小状况啊。我要在前面。我们的小巨人也是有男人的气魄。在经过老师的调整之后，凯蒂如愿以偿换了位置，但为什么在跳舞的时候始终面无表情呢？害羞了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不只是凯蒂会害羞啊，就连女神林恩也是看着凯蒂 solo 看到出神的。就在练完舞之后，林恩主动拉害羞的凯蒂来聊天，就此培养两人的感情，拉近两人的距离呢。你都不看我。Treat you right.